的玩具，我的玩具是我的秘密。自从那一天起，我自己做决定。自从那一天起，不急接受谁的邀请。自从那一天起，我说的道理。 When I am after 17， 一步一步到过昨天，我的孩子气，孩子气保护我的身体，每天每天电视里贩卖新的玩具，我的玩具就是我自己。自从那一天起，我自己做决定。自从那一天起，不在意谁的否定。那一天起，听我说的道理。 When I am after 17， When I am